宗天，你看见大黄了吗？大黄是谁？是一条小狗，它是丁浩的爷爷早上刚收到的礼物，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一条狗？多大的狗？它有这么大的爪子和这么大的牙齿。你去看看灌木丛里有没有。跑不掉的，抓住他！萨萨，小心！长鼻象，别停下，快点跑！宋天，你跑不掉！长鼻象，你要去哪儿？前面没路了。太好了！我就在这里等着，你躲不掉的。拿着英雄之剑，这个梦怪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猛的梦怪。是一条狗，我以前遇到过一条狗，当时我只是想摸摸它，可它却咬了我一口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可千万别随便摸它们。我也不敢，我只想离它远远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做什么。宋天，我想知道它们一般会做什么，喜欢什么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它们会攻击小孩子，而且喜欢吃东西。吃东西？那我去看看他都喜欢吃什么。你们快看，这就是他喜欢的，竟然是蓝莓。那我们快去蓝森林吧，笑笑在这儿看着梦怪。蓝森林去干什么？我们去买点狗粮，分散狗狗怪的注意力。他很危险，你先别靠近他。我们现在就像被困在树上的猫。猫？什么是猫啊？看起来毛茸茸的，但是狗不喜欢猫，所以它们总是被狗追到树上，只能一个劲儿叫喵喵。嘿嘿，宋天，你学得太好玩了。喵喵喵。笑笑，他在干什么？喵！我要把你撕成碎片！让英雄之剑来帮助你，希望他可以帮你打败狗狗怪。这是给梦怪准备的吗？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是想让我和狗狗怪一起玩吗？把项圈套在他的脖子上就行。宋天，你小心点。我们刚买了一些非常棒的狗粮，现在我们就来对付他吧。我说聪聪，可这根本就不是狗粮啊。原来是这样啊。狗狗怪回来了，他在追笑笑。你是在跟我玩吗？我不是你的宠物。你看我手上有什么？他还说他不是宠物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可是个梦怪，不可以这样。
我是猛怪，不是你的宠物。他睡着了吗？去吧，宋天，当心点。现在，我是你的主人了。我带你去散步吧。不可能。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在精灵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希望我家里也可以有这样的水果。长鼻象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看好了。大黄，是你吗？你想不想和我一起玩？我们来玩这个吧。大黄，快过来呀！大黄，小心点，你再乱跑就不理你了。我以前可真傻，大黄其实一点都不可怕。世界梦幻小岛，时代很神奇，英雄之间水晶。